惊恐的连续爆炸案。身份成名的职业杀手，以俄罗斯为主要据点，俄文名称为普拉米亚，逐渐其凶残，即将在万圣节庆典中狂乱。这是炸弹，你们快逃！柯南这次要如何解决？名侦探柯南，万圣节的新娘，星期日晚上8点，就在 MOMO 亲子台。